你知道保险欺诈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吗？雇主该如何保护员工的安全？一起来听听本期的分享吧。今天请到我们公司商业保险的负责人 Griffin 到节目里面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比较热门的话题。Hello，大家好，我是华兴保险的 Griffin，我是负责商业跟劳工保险的。最近得到一个 information，就是大家还记得在前年过年的时候 m o n t r e a 不是有一个 mass h o o t i n g 吗？好，休庭完了以后没几天，在北加州。 的这个农场里面也发生了 shooting，然后这两天得到了一个 information，为什么那个人会那么愤怒的拿枪去扫射？是老板欠他薪水。那也就是说，你的雇主如果做了些什么事情是让人很愤怒的事情的时候，也会发生事情了、啊。很多时候，职场的暴力，那我们能够预防的预防，可是做雇主的你可千万不能。 做那种制造矛盾、制造这种愤怒的货源呢？嗯，讲到这个地方，就看到说另外一个 case，那这个雇主的话也被重罚。清洁工这个雇主为了想少交一点劳工保险费，他付了几百万的工资出去，他竟然报保险公司缩水了两个零，还不是缩水一个零。这现在就是被保险公司跟保险管理局。 逮到了这种状况，那、呃、g 是不是讲一下，这个是犯什么罪呀？Yeah, 这对夫妻呢，其实啊、呃、也是在我们加州了。那他故意呢包低呢自己呃公司的工资超过两百四十万的美元。那当然呢，保险公司怎么发现呢？其实就从一个员工他有这个呃工伤，我要开始发现哎。欸 其实，因为你工伤的时候，通常现在这样讲说了，工伤呃通常会赔就是呃你受伤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是没有上上的。那我们曾经华新保险也跟大家讲过。 呃，我们有一个案例是赔到一千万的，那所以 that's why 买劳工保险那么重要。还有员工，你不能上班的时候，当然没有收入了。那没有收入这个部分，也按照呃加州的法律规定，也要理赔给员工的。你从收入这边可能看到雇主的 payroll，哎，为什么那么少报？ 然后再发现有个 pattern，就是每一次过去的保险公司差不多要 order 要核算的时候，来看你真正的赔入是多少钱的时候，他就他就不报，然后就 cancel 保单，就转到另外一个保险公司，所以他 cancel。 转来转去，cancel 转来转去的时候，每一次的 order 都没有真正的去付过什么的钱，那所以那么多年的时候，往后就呃故意的就没有去申报真正的薪水，那这一次因为。 呃，政府查到了，保险公司也查到了，所以就起诉这两对呃，这这对夫妻。那呃，导致他们呢也会面临这个坐牢的这个情形。那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呃，其实 order 一定要做好，payroll 的部分其实应该也包给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算风险的时候，其实是按照你的这个呃行业还有员工要面临的这个风险来厘定保费的。那这个雇主。 是不是要把过去的保险费要付回去？那是不是还要还要坐牢？呃，这是坐牢这个一定会面临这个地步的了。那保险公司也有权利去追溯以前的这种保险费。那因为呃，我们从新闻看到没有说它当中 involve 多少间的这个保险公司，也没有说到很低调的内容。那但是保险公司绝对有权利。 就是 reserve 他的这个权利去追回以前他欺呃欺骗的这些钱，那所以大家还是要 honestly 把你的配入包过去，免得之后啊有什么的问题。这就记得在之前有一个哈冈的一个居民打电话给我，他的保险不是我们卖的，房屋保险不是我们卖的，他家里遭了小偷，结果呢他就把这个 loss 报高了。 把这个告 l o 报告，可是呢，警察又非常的努力，去把这个小偷给抓到了，而且是很快的速度抓到小偷，那些东西都还没卖掉，都还没出手，然后这一查，哎，你说你报掉了多少，说多少的东西，掉了二三十万，结果呢，这个小偷这边说，都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都没有出手，可能就两三千块，然后真的要你拿这些证明，你的，你这个 l o s 的东西报给警察局。 报给了保险公司，历史都在保险公司在处理理赔。哎，就看，哎，这怎么你的数字跟这个小偷的数字对不上了？觉得是在严重的诈欺行为，变成保险管理局检察官来起诉了这个屋主。很多东西的话，就是你不要太聪明，认为我这样子做，我就可以可以逃过了，不出事，没有人知道。万一出事了，那这个风险。 谁来承担？除了这个话题之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可以提醒一下我们的？最近其实看新闻，大家都会觉得哦，现在真的治安很不好啊、呃。最近看到，比如说 Rouse 在 supermarket 里面，其实这个员工只是去针对一个女生，她在偷东西，叫她你不要偷东西。那后来遭遇到报复行为，她带了两个大男人过来。 隔了一段时间，同一天哦，大白天哦，就冲进来，然后就打他了。 哇，真的很恐怖！你看到这个呃新闻的时候，因为你偷东西本身已经是不好的一个行为，别人只是做他的工作来说哦，你不要偷东西。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心态就是，偷东西是我的权利，你为什么阻止我？然后还过来打你，打伤你？那所以其实，在这里真的要呃各位雇主要知道怎么好好保护你的员工。如果比如说员工之间有暴力行为，或者是外面的客人， 进来打员工或者伤害员工的时候，怎么去保护员工？还有甚至于就是员工的家人，如果今天走进来要伤害其他人的时候怎么办？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呃，公司应该要参加这一种的 training，然后知道怎么去做一套呃避免的措施，保护员工，保护公司，然后就是让大家都是可以安心工作这样子的。七月一号。 开始，你的公司如果说没有把这个训练的手册做出来，没有教导你的员工怎么保护你自己，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该怎么处理，你如果说没做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罚？我们这次，因为我们礼拜三欧小的专员有来演讲，我就特别问了他这个问题，他给我的答案是 O l depend，欧黑克是 minimum 是一个天文数字。 要超过一万块吗？当然超过一万块了、啊。嗯哼、uh，huh. 从开始起罚就是上上万，那如果说你有严重的违规，拿几项东西一样一样往上面再加，那这就是我们又讲到四十七号法案，因为有这个法案可以省省得加州政府一亿多的费用关犯人的费用，可是你把犯人通通放到马路上面来，你的题目是说为了社区安全我们才才做这个东西，全部是误导。 把我们搞得迷迷糊糊的，所以说呢，只是我们讲了这么多了，能不能够把加州的治安稍微纠正回来？那这个事还是要靠我们所有的听众，都是只要你有在，只有这个加州那个呃 d r i v e r license 有登记的，你不管是有驾照的人也好，或者是拿。 那个什么 certificate 也好，没有驾照的也好，只要你在 d n V 里面有东西，都会收到选票。尤其是我们这些华人朋友，就在我们 San j o a i n Valley 地区所选出来的很多民选官员，当然跟我们华人社区都非常的密切的接触的非常密切。可他们所提出来的法案，跟他们投法案，是不是真的是为了我们华人的社区有帮助的？还是都是听到这个党要你怎么做，已经把我们的。 钞票跟选票都违背了我们的意愿，所以这是要大家擦亮眼睛，然后大家一起来，才能够在今年年底的选举里面，然后把一些对我们社区真的很不好的这些法案能够翻案，然后能够让这些法案 get away，能让我们在这边能够安居乐业。